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呢，我刚摘了一个释迦果哈，这个释迦果呢好大，而且它的重量哈要快到600克哈。我现在会让大家相比一下啊，这些是一般的柚子，然后我看这个释迦的果呢。就是很大哈，像我们这边是一个小小的、一般的柚子，然后这边是一个比较大只的哈。看一下，这些是比较大的柚子。你看，这样子，这样比喻就是让大家。有个相当清楚的，这种，好大哈，非常大。现在哈，比一下我们这边嘛哈，这些柚子也是一样吗？这种。好大，现在哈，我看，现在我就要去称一下，看它的重量，会多重。这边。放下，我看这边嘛哈，从上面快到600克，好重。超大，我们看，我们这边是哈，我们的这个称子，从这个来看，我们就要知道它的重量，2个就是会超过1公斤的，这样子，很大。就这么大，去年也是一样哈，今年的果也是一样，好大只。今天呢，我的视频呢就先分享到此而已哦，再见哦。